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好评度的人数，实在是足够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佮有直播的精华，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、今天是我科比来估车，你要卖多少？我要今天来一台老车，老车就要配这种老人来估车，刚好配这些老，BMW 代号130，你知道吗？一平你知道吗？知道，这比你较大嘞，比你较老哎，这个是，你点讲哪去？你应该没有1988吧？没有，其实才是1988年。我数学不好，我来归你。34年，30几年。对，哇塞，130就是老车，我们就是要不能把标准看成像新车一样。对，那新车那就温系了。其实本来用老车我们也有了，不太想估了。刚好我们同事他喜欢，他也是 Focus， 他本来要想考成水泥灰，一听到水泥灰就说：“哎、欸，阿杰你，好，六面裤子几脚他直上啊。”所以如果买到了。他蛮有兴趣的，我们同事啦，我们顺便看一下啦，不一定买得到啊。铝圈有改，这应该是100%一定是改的啦。那时候没有水泥灰，像是玻璃型，这几近几年开始流行，所以外表一看就知道是改色。这是 BB5 吗？看起来刚假，应该不是吧？假，搞不好比价差个贵耶。我到时候再问一下。好啊，这也是我们的粉丝啊，我刚刚绕了两圈的，我才看到，你看我们的贴纸，这应该他自己做的吧？我们有这个吗？我们都四角形的啊，自己做的、哦。对啊，自己是懂车，如果可以自己 DIY， 好、哦，刚刚没注意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样像自己搞的嘞，是不是？这为什么要这样搞？它原本应该有一个原厂的那种塑胶橡胶的、它应该不见了，看起来这应该是高水力控的，啊、不然水会流进去，所以要补起来，这是自己补的。其实这种小细节要慢慢看才看得到了。这个应该是会不会去刮到？感觉好像又会过嘞，会不会？会还蛮硬的嘞。如果做很多人，有可能啊，哇，稍微去用到啊。如果真的你要看成这样跟新车一样啊，比如说像这保险杆插到啊、裂掉啊，这个要扣钱，其实也扣不到什么钱了、啊。老车啊，你被他考了，告诉他，哎，拍姐，我刮完啊，付5万给我们，因为维修费要太高这样。这个应该是他这个保险杆要换过的，这不是原厂的保险杆的。哇，树脂什么的，对，好，这个不是的，他才会哇，固然让人家不会哇，你看，这些都要去供了，这脚踏车有没有撞到，有可能就断成两截了，因为原厂的还是比较原厂的翻奶用，排气管呢换了一只，看起来出口很大，可是它中间还是一个小洞，你看可以看一下，小洞，有没有？真的，对啊，这是外形，就是造型嘛。还有什么？来再看看，还好，其他的，其实这个。说实在的，这个如果是我买了哈，我要开我就是这样就开，我不用再用什么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它完成度已经算很好了。关起来，也是算经典。到底经典是什么？因为它车已经越来越少了，是不是？越来越老吗？越来越老，越来越经典，因为没有这种车了。对啊，跟你的车比起来，回头率应该比你高哦。一定啊，你那个太新了啊，到处都有哦。这里也要，这里要稍微点一下，刮伤。你刚没注意看呢，你看你这样。你看这以前的皮康，你看我告诉你，起码一康的比这个大康啊。哎、欸，这风扇有换过？好了嘞，再是看一下引擎盖，它这个引擎盖就蛮经典的，它更加不一样哎。你看前面是拉，这样子起不来，它是从这边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帅哦，是这样。老猛老都会拔拖刀嘞。固的还不错，你看还蛮干净的。以老车来讲，这应该玩家注意，刚好开一挂钱去照顾。你看水管啊，一些应该都有处理过了，是没坏的。皮带啊什么啊，没有很明显的漏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你看这里没有接，它应该没有热气的。什么意思？淹起来啊，这里哇，就两个洞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两个对接的啊，它本来一进一出啊，所以它应该没有热水进去，所以它只有冷气，没有暖气。老车可能爱跳红心，伊都无修理啊。我觉得是这样啦，因为我看起来是这样。那变速箱好像有处理过了，这个变速箱很新，也开一点，哇，金金白白哇，一点。我们这样绕一圈，好，逆时钟绕一圈。可是这样有个坏处，你知道吗？骑老车啊，你说有没有换过板件？对我来讲，其实还好了。你今晚几岁？你把把刀啊？有啊，对啊，你都会把刀啊，车干未？你放遐嘛，去用手啊，拄着，所以
不要太夸张，就是大事故，其实换过板件都是我对我来讲都还好。它原本是绿色，我刚刚忘记讲，墨绿色。内装还不赖耶，你看门板都没有凹起，都没有破损，好、哦、还没有那种翘起来。这真正吼，以前真正用的嘞，可是伊这条啊，它烂一束啊，这个条啊，哇，小看，会难免的啦，这久啊。像我这边如果老，这个眼袋一直掉下来，这也会掉啊，对，很合理的。这个如果是我的话，就真的差一点。我喜欢左排的，这是自排的，刚刚忘记讲到哦。这应该不是气囊吧？没有气囊。那时候有气囊，到现在应该坏了吧？等会加的油嘞，哇，这等会加的油，大灯，哦，哈、哦，啊，不是那种 Q 逆位哦，油感，呜，对，不是这个不是，看起来应该目前都还不错嘞。只要啊，里面啊看到都是绿色，应该是原板件的，应该可以这样说。因为如果你撞到，你不会特别会把它烤成绿色，再烤那个灰色，应该是这样判别啊。这个应该也开不快，你看，难度再低打电话，有没有？哇，哦，它是这样子开的、哦。对啊，这个就很高嘛，真的是打开这个盖子而已啊。现在起来连这个都起来嘛，像有些比如说去听到。路边停车，把后箱打开，把车摆在这里看不到了，那、这个就不行了。后车厢干啦，看起来干到尊贵。好了，假设有换你，我觉得还好了呢，因为它真的有转过，底下太多东西，算了，我们就直接下面看好了。嘿咻，没有呢，没怎样，它的后面的差速器也没有漏油啊。对，忘记看这个，这是什么工具啊？看有没有，哇、哦！你看，你这样看得到吗？哇，这个如果没有记错，有些是有防盗螺丝，就对这一颗。它铝圈换过了，应该是没有这一颗了。如果这样看起来，应该少一只十字起子，加这个，是不是啊？跟这个，所以那工具都还在。这完成度90%的，没有90%也有80%的，这唯一加装的吧？安全什么什么旅行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什么？要问泰山。哦，对哦，有留学过。你该怎样？因为你这个标准如果压得很高啊，其实你根本就买不到车，差不多快完了。其实它四个门板都还不错，连内装完整度很好，整个看起来就是保持着它原本的味道都还在，就是不要去改太多东西，或者是刚刚开始拉拉啊，给收尾哇，这个感觉。除了在老车都会有一些算是自然的用久的现象啊，比如说你看这个，它想盖应该也盖不回去了。好、啊，这个应该就是没办法补救，可能就要么就换一个新的，应该有几个墩啊、扛门啊那。可是这个是一个装水的容器啊，这是雨刷水啊，雨刷水不用真空没关系，它一样你吸到水它就可以喷了，对啊。可是如果是像水箱类的就不行这样了，水箱当然是破了一定要换啊。被水桶它是卡在一起哇，你看这个109年11月25号换过了，哦，他们都直接写在上面啊。你看这是主水箱，你看那个盖子副水桶在旁边，它是卡在一起的啊。电池110年换过。哎、欸，挖一点嘛，别你挖，发动一下，看一下冷气会不会冷。哎、欸，这个它这个是318嘞，算系数算1800的，1.8的。哎、欸，最起码剩线嘞吼，1795。其实这种早期这种 BMW， 它是发动，它风扇在转的，有点像水塞货车呢，货车的，嗯，货车的夹嘞，你有冇这个嘞？有听到吗？嗯，因为你踩它引擎转啊，它风扇就会跟着转，有点像货车那种感觉。我这个可以，我连接手机的哈。啊，你看，我都进来都没有去动它。你看，它不是把这个放在，应该是这个拔掉，它这个就卡不住。哦，那个是什么东西 ？AC 啊，冷气吗？冷气的，对，我觉得它应该卡不住了。老车你就会对老车就会比较容忍一点。老啊吧，你把都要求就管了，但是里面换掉也塞吧，开机。看一下冷气啊，冷气还没开，会凉哎、欸。没有，今天比较冷，不准哦，不准。只要冷，你吹到风扇，你也是很冷啊。你要在这边摸哦。如果冷气会出来的话，你是不是风？它是会有点那种刺刺的那种冰冰刺刺的感觉，就是够烈。刚也忘记讲到底参数了，你招37万。好，再看一下啊 ，KN 公里，没错吧？有很多吗？啊，它30几年了，一年好像还好。对啊，你看这天棚马上就碎了嘞。看一下，我倒下了，欸，这种天棚比跟那个不一样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它这个应该是中间是用拉的，对吧？它那是磅礴那种，不是一般的那种布的。哇，你看，帅，
老车哈，开起来就是老的味道。不是我喜欢老车，是我喜欢的车变老了，没错吧？对，其实我也老了。这车就换单嘞，这车其实没有过多的一些电子产品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些操纵，人气都是很简单啊。它是四速的，对啊，八股，躲动吗？还一点点，空档，好来低档还行啊。其实真的是车子，我觉得有故了，又开刮几滴够这台车，因为发起来没有什么，也很好发嘛，一次就发了。冷气还 OK 啊，对，刚刚讲冷气，对，那就没暖气了，它已经把它淹掉了。淹掉的原因有几个，冷气不够冷，有些人也会把它淹掉啊。再来就是漏水了，就是水进来的时候会漏，往里面漏，应该有原因才会去把它淹掉的。要不注意啥、啊？你老车这顾不买啊嘞？我好久没有收到老车了嘞。好，后座我坐看看好了。啊，从这边那边有儿童安全椅。好，这样看比较大声。哦，号称170，还勉强大概就剩大概一个前头。你看，还可以载小朋友还是可以啊。只是说载小朋友这一个就要往前一点点，头部空间大概剩三载，还可以。也不会嘞。现在算起来算小车的空间了、啊。哦，这挂钩自己加的，我想说原本有挂钩，后面有什么？后面有手动遮阳帘。你看人家这老公老人家这种做，你看现在都还不一定会。现在没有嘞，现在都是贴格子而已。现在这个东西有些是选配的啊，外加的，我要加电动，我加电动很丑，在一根在那边啊，升上来降下去，人家是原厂砍入式的，左右都有灯。都有把手，你有开过那种车哈？驾驶座的，这边有把手的，为什么要把手？我也好奇，有一些有些没有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这个就没有啊？为什么有些有？开车要翻那个嘛，我抓方向盘都来不及了。好，去跟他喊看看好了。其实价格都不高了啦。啊，这个东西如果在外面在卖市场啦，有可能十几万、二十万，看你怎么整理到多少啊。因为我们买进来总是要赚个差价嘛，跟他画画卖哈，画来给他画。Yeah。汽车教授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你知道啊，有时候在关这个车门跟盖已经盖的时候有两种，一种是成交的，一种是盖起来就送客。怎么分辨？不是啊，因为机子我们敲好了。对，之前我先报过价了。对，刚刚忘记跟你讲，外表这边有稍微刮伤。你刚刚没注意看哈、哦？哪边？这边。哇。哦。这个烤漆会不会不同颜色啊？应该是有可能。因为不一样的时期掉出来，我们都会不高兴嘛，应该这样说没错吧？反正就是给干毛看的，就是有缺点，反正就跟他讲啊，客人可以接受，价钱就出来了。我们估车就这么简单。我问说啊，你要卖多少？他本来说要8万呐、啊，我记得一开始是8万，然后喊一喊就是扣一扣，这边扣一扣，那边弄一弄。后来我们成交价你知道多少？好的，6万5。6万5？对，6万5。我头拢烫掉啊，为什么？拢拱起来，我啦拢抓起来啊，规个拢热起来了，你知道？我们估到了。啊，赶快写一写啊，他送客人。如果你要试车也可以试啊。我们试车一般都是我们过完户才可以试车了。看起来车况应该还不错了，因为我跟他这那个聊一下，他其实他有照顾他，他买回来其实我花一点钱，估到了，一估耶。现在是我们的车了，他雨刷哦，他往下是拨一下，他是往上，跟新的 Focus 都一样，就这样，往上，有没有一段、两段、三段这样？相反，对，相反。好啊，这个就没有气囊了，这样算伺服吗？嗯很大声哎、欸！四颗都有用，它四颗都可以按哦、喔。你看，这么酷哦、喔！中间没有哦、喔，你不要、看到，还不好嘞。它的在旁边，它是这个，不管你怎么转都可以压。啊，对，酷吧？我以为它是原本的，我刚刚没有注意看，我现在看到了，就是自己加的才可以放原用。它刚好设计这一个，把它插一下轮，对吗？这台车专属的、喔，应该是吧？因为现在这个送给你，你也不能用啊。哎，比较新的有没有 ？BMW 是从这里压有没有弹出来？可是那很容易就坏掉，你有看过吗？有，这边这一个给我啊，这一个你自己用，这样一人一边。电动后视镜调整呢，还是好的，对吧？还是可以聊。啊，这一边应该是那一个。这台有中控锁吗？好像搞不好有嘞。哦，这个都要改的，外加的。所以原厂不会有。原厂这个钥匙没有啊。我在刚刚几收起几梯啊？哦，比较犀利的可能就是一个六角那种龟壳花那种头这样吧，大概那按中间的，就一直变嘛，钥匙一直变嘛，现在变成 IK 越来越大只。哦，所以以前的车子都要锁门，要一个一个锁。不一定，有些是可以用这个，可是它就没有这个遥控器。
已哭耶、yeah, 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，我可以再估更多的车，公公公估到尾也不知道估什么车咧，估什么车你就较奇怪要记得陪我哦，好耶、yeah, 拜拜。我们把它拔开看看，我觉得拔开应该就不会，就没了、欸。有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吧？有啊，有卡住啊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